7月23日晚，方圆通过微博晒出游自拍照，并称与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，总能感受正能量，如同被阳光围绕，每次和好友相聚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照片中方圆身穿黄色上衣，头戴太阳帽，略施粉黛，皮肤白皙光滑，手臂纤细，十分的漂亮。网友留言道：美美哒，绝对美丽，一个字，美。已经接近53岁天王郭富城去年结婚，并在9月份升级做爸爸。升级做了爸爸的他心情大变，为了妻女改变了很多。近日就有摄影师在机场偶遇郭富城，他穿着黑色 T 恤搭配破洞牛仔裤，本来还有一件灰色西装，天气太热，郭富城就脱掉了，非常接地气。郭富城下飞机后一个人推行李走出机场，就去了方圆的住处，之后夫妻俩就一起逛街，还去超市买了很多东西，过着二人世界，非常甜蜜恩爱。方圆和郭富城虽然老夫少妻，但是他们非常恩爱，两人曾在街上热吻被拍到，甚至半夜也会出门吃火锅压马路。